没事，宝贝。天哪！没关系，没事。我叫段金，我是安然的美国融合分部落肚皮舞老师。尽管安然特别特别怕影响我的工作，不想让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来给他加油打气，我特别喜欢他。老师，他什么时候跟你一起来学这个部落肚皮舞的？对，有一年的时间了。同学们和他一起跳舞的时候，你观察同学们的感受是什么样？刚开始是好奇，但是后来都非常的愿意跟安然交朋友。他平时是和同学们融在一起的，非常这个融洽的那种关系吗？他特别的乐观，他散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是很纯洁的。我对他认知更深一步的有一件特别小特别小的一件事情，学习一个月当中，我没有看到任何女孩能吃泡面吃一个月。我会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吃泡面吃这么长时间？他说，段老师是这样，我胃不太好，我跟着你们天天胡吃海塞的，你让我那个消化两天。但是我每次看到他，同学默默说，哎呦，段老师，那个安然好久了，要不我们再带出去改善一下。他生活特别节制，他会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花在他学习的上面去，包括他平时的穿衣打扮，这种 DIY 都是他自己可能从生活上省下来的一种状态去给他锦上添花的。我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很自立。所以今天两位来了，特别想看看师生同台给我们带来一段表演。